是大象。那是鼻子，大象手鼻子手没有很长吗？不对，那是鼻子啊。你说谎了，鼻子变长了。皮诺丘，哎，怎么走上去啊？另一边有鹰架可以爬。鹰架，它只有鹰架可以爬。哇啦！我们跟东升怎么样？不是对决，你怎么样都是要上去？对决好了。对决了！哎呦！哎呦！走！高歌立起，跳过！哎呀！输了一点点。耶！又是狼啊！怎么都是狼？好坏耶！我怎么相信你杰克？你还让我看一下技能。我在他面前，然后我想说他应该是好的，然后我就在他面前放了守卫技能，然后他就过来砍我了。我也想说他是好的，我那时候一度看下面好像有三个穿装的，看错了。阿波超坏的，还好米菲有变走一个啊！变米菲碎啦，碎啦！我知道那个啊。猎人直接转职成女巫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样就可以有主动出击的方式。好。嗯，有什么动物手脚正常？长臂猿，还有臂猿。树懒树懒树懒手没有很长吧？树懒手是蛮长的啦，但是蛮慢的。有吗？有啦，手蛮长的。他至少比一般的动物长。嗯、他手可以碰到脚、哦。谁的手碰到脚？他那我手应该也挺长的。暴龙不行。我现在还能弯下去摸到脚吗？哦，你当然不行啦、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哎、欸，我可以。你不行。没有鸡就只有两只脚。你是肥肥包。他可以左边摸右边。来哦，再来哦。好，我们女巫很关键哦。女巫早一点独当一只狼，场上就好多了。独当一只狼，女巫独当一只狼 ，OK。独当一只啊，只要他独一只，就剩两只。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这听起来很划算吧？听起来很划算的吗？超棒哦！很棒啊！哇，ヤバい。被黏一辈子的，杰克，你又要玩这一招？你不要。梦到被卡住了、欸，挺好啊，挺好、啊。下面是那个蜂蜜，那蜂蜜它叼不起来、欸，真的完全叼不出来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你可以那边可以卡住吧？切创造，然后高一点。你跟村民待在一起，我跟你跟村民有可能，你等下就会被团团给刀了。我不会啦，我是好人啊，我就是彪彪，然后他想刀人，他刚刚虎视眈眈的看着大家。坏，不要阿汪，我到处都有人啊，救命啊！你是好人吗，阿汪？我，你猜猜看，你感觉是？汪，你听起来很坏哎。对啊，你听起来很坏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是好的啦，我是。谁穿装？谁穿装？你们真的好吗？我等下证明给你看。好。狼直接问波波哎，波波是坏人啊？有波波，我直接弄掉了。哇！可是他黑狼猎枪你，彪彪你会后悔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觉得没有没有没有啊！预言家没了，哎，预言家还在，然后土司喵，是哟是哟，波波是我独岛的，团团黑狼没了，爱死啦！剩两只，有杰克安全，帮我证明了，帮我证明了。睡，阿发跟汪汪也是好人。有哭功了，为什么？有哭功，有哭功，有圣哭呀！角落，这里安全，这里安全，角落，为什么会有哭功啊？啊，不是，不是。哦，我知道，它里面有个生怪砖诶。白痴哦，这里有哭功，巧克力是狼吧？我巧克力不是巧克力不是，我女巫已经独倒那个啦，独倒包包啦，包包啦。那包我刚刚小雨，我就陪着你们过来，我跟杰克一起来的。小雨，他在爬上面。还有，上面很乱。哎，哪里？还有孟娜没有？我在这里，我在后面。对，还有孟娜哎。为什么喊我？
因为那个、啊，阿汪阿汪跟小李是好的啊，哎、欸、不，阿汪跟米那个阿发发是好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我跟杰哥是好的、啊，还有的，哎、欸，再一眼追到了，被追到了，梦娜，梦娜你今天很坏，梦娜被波波教坏的，你看你还高不？你还不刀他，太坏了！看到那个狼一一字的掠过彪彪，下一次马上堵啊！想都没想，爬树了。你外面很多人啊，我是猴子啊！你又在爬树。十六加九等于多少？那我是小熊，我是猴子，你是小熊。冷静，冷静。中间的窟窿还在角落，还在角落。哎、欸，这里的窟窿怎么还在啊？还在。上面有一个深怪砖在哪里？啊，打掉啊！那个大树的底下。哎、欸，很难玩你这个游戏。刚刚狼人都很开心的呢。哎、欸，阿汪，你被骗了。他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都在附近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很大。那个刚才那个屋子里面。哦、哇，他跑那么快哦！鹰架，鹰架。鹰架，鹰架，上去，上去。我上了，我上了。我下面守候他。哎呦呦！按住空格，按住空格就可以了。他不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有这里，这里怎么那么挤呀？要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啊！我们也我玩，我也没想说啊。哦哦，睡哦睡哦睡哦。哦哦，一对一，一对一，一对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要碰到了，我们要碰到了。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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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摸到，快打我，快打我！哎呦，摸到摸到摸到，碎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终于赢了，人类赢了！我刚以为我是被毒死了，我说抱抱你会后悔，因为我以为是抱抱毒我。不是。就看到那两个狼直接掠过 BOV 哦，好扯好扯，好夸张哦，看得清清楚楚啊 ，BOV 还敢皮啊？变态！哦，我一个紧张到忘了我要唱歌了，我完全忘了，完了完了，你都忘记了，我们七周年你都忘了，哇，一周年，而且重点是阿发直接把土著喵给查了。不想玩怨灵，我好难的，不想玩游戏。有啊，你玩了，你在天上飞啊，你成为怨灵了，升上去了，你全都怨灵哎，你很扯，你多棒啊！我想等下怨家记得哦，那个土司喵可以查一下哦。不想摸人鱼，哪是的？我查土司喵，我查土司喵。啊、你是怨灵吗？波波说是怨灵哦，应该吧。没有、啊、那查波波。哦，那你就是哦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被蜈蚣打不会扣血，没事没事、啊。我已经把那个生怪砖敲掉了。对，会有见死啊！那你隐形的时候不就看到了？你的脑袋，你的脑袋跟土司喵有什么两样？OK， 哇，小雨觉得很过分，代表小雨也觉得土司喵脑袋好过分哦。代表专业，小雨你的事先说法怎么说呢？哦，我不知道。又不知道，又不知道了。我那边孟娜团团，我跟杰克，还有我跟阿发，我阿发应该是狼。我不要生你。有阿发，你倒了就是那个彪彪。我那一个他，哎、欸，他已经暴走了，那他可是已经不干我的事了吧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身上一堆剑哎，白痴！我能相信你吗？哦、小心小心哦！啊 ，BOBO 是好人哎、欸！啊，好失望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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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！被毒倒了，剩两狼，剩两狼，睡哦睡哦！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、欸，这就是女巫的厉害啊！好狠啊！女巫一登场，局势直接逆转。欸、巧克力去哪里了、啊？我在杰克这里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像是孟娜、欸，她像下面。啊，
可是刚刚木那哦，哎、欸、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下去就一个狼穿衣服，杰克在你下面哦，杰克在你下面哦，就、啊、是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没有，我越加啦。哦好、啊，哎、欸，他过来，他要过来，我先走了。哎、欸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捡到一件红色的衣服。啊，碎碎碎碎碎碎，杰克票呢？啊！我不确定有没有跳到。你看后面木桩那边，我也在看他。木桩有一个箭矢在飞，应该是他。箭矢是我啦。哦，是 BOBO。那 BOBO 什么职业？后面你看是人鱼，我是人鱼。哎、欸，完了完了！哎、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从天而降的梦狼。好难画。是好人 ，BOBO 是好人。你的狼呢？什么东西？你我，狗狗是我的金水。哎呀哎呀！现在我很不想这样说。我们归位，我们归位。都给我了。有杰克也藏好，杰克把梦娜给丢下来。好多你。我刚刚以为巧克力是怨灵，就不是了。不是我所谓。可恶！就是我们紧张之际，杰克直接把梦娜丢下去。他还在那边呢、欸。他站在那里、啊。彪彪有酷酷哎、欸！我捡。那我们现在要那个喽，找怨灵了。有我们要找怨灵啦，主持喵不是吗？不是我啦，我还杀了汪阿旺哎！我一直跟土司喵站在一起。我在这里，你可以查那个米菲啦，那就把他们全票啦。躲在奇怪的树后面，那也是没问题。那就把他们全票啦。那要先票到那个怨灵阿巧，阿巧，阿巧，阿巧不是我查过了啦。就守卫，查阿巧了，我查过。金水，那杰克是什么？跟你一样，跟你一样。哦，有哦，那这里其实很安全的、欸，这边。对啊，我们三个都把其他人都票了。那阿人鱼嘞？哇，你不是你是人鱼？我是人鱼。我们先票 Bobo 啊。有两个人啊，对，两个人。先票 Bobo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要找那个啊。那先票 Bobo。他刚才说人鱼。杰克已经飘下去了，好快、欸！他可以反悔了，可以反悔了。我们要准确的抓到那个怨灵哦，抓到狼就没了。怨灵再抓狼好了啦。小雨跟土司喵什么职业啊？米菲，你要先，你们要先抓鬼哦。啊，你什么职业啊？小雨是狼人，你们要先抓鬼。哦，好。啊，土司喵，你什么职业啊？你不是喵是女巫吧？你有女巫是什么？就是女巫。我要通灵啊，会死哦。那就那个土，那就那个米菲啦。砸死那个。米菲啦。米菲在那个树桩后面，在我们这边，在我们这边。滚。那个对啊。那个。我查那个。啊啊啊！再去抓他了吧。你那个、啊、那些这些这些那些嘛，我知道、啊。你 ID 啊？你 ID 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、哦。我看到，我仿佛看到米菲了，哦，在月亮上。原来是嫦娥啊！小雨，你这。小雨这边有一个，小雨这边有一个。小雨，给你 biu biu， 给你 biu biu。小雨，然后就没了。我先走了。别走嘛，我跟你一起走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我们一起走，来，一起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好。走了，一起哎，那是你哦，拍谁？多一点罐头塔，谢谢。啊，那小雨呢？我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呢，你们怎么看？我知道。啊！哇，很强。哦，无敌了。哦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，一票就可以了。哇，你有多好笑？七票耶！好。刚刚小对小雨一说我不见，然后就杰克就现形在他面前，在他脸上。你不见了？你怎么不见啊？你怎么不见？土司喵砍的，我就不会死。我又不知道你要帅，我就没穿装呢。穿一下。他就看着我，我很难过。临死前我还给小雨套了个盾，我怕他会死。小雨就已经说他是狼了，你活该被刀，你自己不好好听。
你待在他旁边超久。你自己不好听还敢打人，你还敢打人啊？待到晚上。我们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狼，就你不知道。去看我们的 VOD。哇，疯了疯了，气死！变夜晚了，要变暗了。啊，我们最后看看，哦哟，阿发赢了三次，第一名呢，好狠的阿发。这个地图耶，以为是团团图，原来是阿发的图啊！哎，你看都他在打的，不是呀，他就在打人。乱讲。